六星街里还传来巴扬琴声吗？赛罗，你先不要唱了，看看那是什么？居然是我的好徒弟泽塔奥特曼大军吗？有点意思，最危险的地方就交给我吧。赛罗，你这么强，应该不需要我们了吧？需要你们把危险的地方交给我，不是全部交给我。赶紧回汪汪队大楼。我来，汪汪队总部集合。汪汪队又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冒险湾出现了泽塔奥特曼大军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毁灭城市。怎么现在动画越来越离谱了？泽塔都成反派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呼叫奥特曼支援我们吧。好，这次的任务我需要黑不溜秋、黑暗迪迦奥特曼。连黑暗迪迦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呀，这太炸裂了。这个只是小场面，接下来是艾斯奥特曼，直接降维打击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。汪汪队三折叠战术启动。三折叠怎么折都有你，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，三折叠怎么折。艾斯雷射光，艾斯拔光分轮，真眼迪迦在那里摇光线。让我来亲自教训这个不孝徒弟。赛罗势力飞机